嘅，我哋倾下偈得唔得？即系点解今次要反对啊？你介绍一下自己先啦。转过嚟啦，方唔方便啊？都戴住口罩噶啦，系啦。我住庙科十几年噶啦。啊，你贵姓啊？ Okay, 我小姓邓啊。邓生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啊、就点解今次出嚟反对啊？系啊。嗱，其中一样嘢就系咧，如果佢喺我嘅余竹园上边整个隔离营啦，你睇下美孚啊，几近啊？此其第一。第二。美孚就有很多老人家的行动不便的、如果当他回起东北风的时候的话呢，美孚呢很多期期都吃光了、老人家呢就很易中招的、第三、你看美孚交通非常发达的、东南西北全部都去光的、如果万一美孚出事的话呢，他的传播性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一定反对这件事。是啊，咁你觉得除咗经济方面会有啲咩影响呢？即係美孚如果係真係住喺隔离营嘅话，唔使讲啦，如果 OK 起咗隔离营嘅话呢，第一人最 concern 就係佢楼价啦，楼价必定会跌㗎啦、第二就係呢，你所有食肆边个夠膽嚟啫，你话个经济係點樣啦，可想而知㗎呢样嘢。咁你觉得呢个政府呢出咗咩问题呢？呢个政府 crazy 㗎，好 crazy 㗎， OK、有好嘅办法佢唔做，专系做埋啲 OK 唔等西嘅办法。你第一樣嘢最緊要就是封咗關閘先，係咪先？等 OK， 起碼第一部分嗰啲人就唔會入嚟，然之後我先喺內部慢慢清走 OK 嗰啲所謂 OK 有感染有傳染病嗰人啊嘛。係啊係啊，鄧生做邊行嘅？我係個退休教師。退休教師係嘛？係啊。係啊，即係。即系作为教师嚟讲，你觉得即系呢一个政府嘅教育程度啊？非常差，一塌糊涂。无论佢嘅施政啦，或者教育嘅每样嘅方针啦，都一塌糊涂。真系好失败。咁你觉得佢今次唔封关个命令系佢自己做咧，定系即系北京啊，或者佢上边嘅老板？呢、这个大家都睇到啦。OK， 肯定系上边老板指示噶啦。系啊系啊。OK， 此其第一啦，第二啦，就好多传闻就话佢 OK。因為香港的醫療呢比較有個制度和比較發達呢，他藉著這件事呢希望 分流啊，跟中國分流上面一部分的人下來、okay? 即是 做醫療的一樣方面、但你就算做醫療都有些要適合的嘛，就好像隔離營這樣，你沒理由放在市中心的。沒錯啦，就是這個問題啦。okay? 有很多地方放，為什麼他不放呢？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来想都想不通，就是这一样东西。是啦，即除非就是激怒香港市民而已。他不是这样东西激怒的了， OK， 七个月头之前已经激怒了香港市民很多的了。OK， 那你自己这几个月有什么改变啊？即是当然啦， OK， 看这样东西，我第一样东西最改变大的就是我对现在香港时代的年轻人呢个睇法完全改观了。直情改觀了，好多人以前就話佢廢青廢乜廢物、其實我覺得今次如果冇咗呢班青年人嘅話咧，香港好難行到你呢一步棋。係係係，呢、okay, 個第一，第二咧、第二就係 OK， 你睇下 OK， 有好多年青人啊，佢自己本身睇啦，冒著坐監危險啦，冒著佢哋嘅前途危險啦，都要出嚟 OK 同呢個無良嘅政府去揮霍嘅話咧，其實我哋好多市民啦，心中裏面都好感激佢哋。OK， 咁就我哋就继续行啦，多谢晒，多谢晒，系啊，系啊。